原标题：光绪究竟被谁毒杀的？专家：不是慈禧和袁世凯，他才是最大嫌疑人。光绪皇帝之死在历史界已经成为了一个百年之谜。光绪皇帝死因蹊跷，让人猜测纷纷。据宫中太医记载，光绪皇帝在死之前虽然有些不适，但是并非致命大病，说话行动自如。可仅仅两三天之后，光绪皇帝便被宣布病危。因此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光绪之死必有隐情，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前几年考古界对光绪皇帝的棺椁进行开棺验尸，对其骨骼和头发进行了化验，发现其中重金属元素超标，因此被认为是服用砒霜而亡。这一发现公布于世之后震惊世人。那么谁是杀死光绪皇帝真正的凶手呢？有人说是慈禧太后，因为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变法失败之后关系一度恶化。光绪皇帝虽然被囚禁，但是他深知年龄是他最大的优势，于是他韬光养晦，一心想要熬死慈禧重新掌权。但是慈禧心里也非常清楚光绪皇帝的想法，据说在慈禧临终之前，他专门派人去打听光绪皇帝的反应。探子回来说光绪皇帝没有喜色，慈禧大怒，便恶狠狠地说我不能死在他前面。当然这仅仅是一种传说，还有人说毒死光绪皇帝真正的凶手是袁世凯。袁世凯背叛光绪，致使光绪皇帝被囚禁，光绪皇帝对他是恨之入骨，一旦光绪皇帝重新掌权，袁世凯难逃一死。然而袁世凯如何能接近光绪皇帝并在其饭菜中下毒呢？有人说是袁世凯买通了光绪皇帝身边的太监，但是宫中食物都是要经过严格的试毒处理的，因此这种说法也难以成立。很多历史专家认为实际上毒死光绪皇帝的还有一个最大的嫌疑人被大家忽略了，此人就是隆裕太后。隆裕太后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隆裕皇后弯腰驼背，长相丑陋，光绪皇帝对她十分不待见。大婚之日，光绪皇帝便和隆裕太后语法三章，自己仅仅将她当成亲姐姐。隆裕皇后伤心欲绝，后来二人之间矛盾不断，尤其是珍妃和隆裕皇后之间更是争风吃醋。隆裕皇后经常到慈禧打珍妃的小报告，后来的珍妃之死，光绪皇帝不敢埋怨慈禧，便将所有的怨恨全部发泄到了隆裕皇后身上。光绪皇帝到底有多讨厌隆裕皇后呢？他常常纵容自己的哈巴狗在隆裕皇后的寝宫中拉屎撒尿，并以此为乐。每次经过隆裕的寝宫，必定跺跺脚，将尚在睡梦中的隆裕皇后惊醒，然后嗤之以鼻，拂袖而去。隆裕皇后与光绪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光绪被囚禁后，隆裕皇后掌管后宫大权，无人敢与其争锋。然而一旦慈禧去世，光绪皇帝重新执掌朝政，恐怕日子最不好过的就是自己了。自己的皇后之位必定会被废掉，而之前的仇恨也一定会发泄到自己身上。而隆裕皇后作为慈禧最亲近的侄女，作为光绪名义上的皇后，最有机会接近光绪皇帝，所以光绪皇帝完全有可能被隆裕皇后毒杀。光绪一死，隆裕皇后想要效仿她的姑姑慈禧，同样来个垂帘听政。但是没想到大清王朝仅仅在慈禧死后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土崩瓦解，隆裕太后也成为了清王朝的末代太后，成为了清王朝最后的送葬人。终其一生并未得到幸福，也没有追逐到权力，成为了晚清最可怜的一个女人。参考文献《清史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